娘，您放过女儿呗，我真的没做错，娘。你这武功不见长，撒娇的本领倒是强了不少。师傅，嘘。夫人，这。师傅，没想到你这么神啊！我前脚被抓，你后脚来救我。我是路过，顺手。嗯，我过来找人，刚巧碰见你被人抓了。哦，原来你不是专上来救我的。让你学易容术，你也不学，现在吃亏了吧？给。我们走。